河北也说呀、啊，我不是不清楚，我清楚啊，我都很久没听说过芝麻糊这种东西了，就是盐丝。宝贝，你听说过芝麻糊吗？不是芝麻糊，芝麻糊。没听过是没听。没听过，就是盐丝。我要杀了这个洛克萨斯之手，解解我的气。嗯，解解我的气。完了。没玩好，第一波就没玩好。你说谁必死？嗯，你说谁必死？给你狂的，我是中了外圈 Q，这个调按键我没调好。这个东西你知道不？在快捷键界面带距离施法，什么代替快捷键这个东西，就是你摁了以后，它出现一个圆儿，然后它不立刻放，你知道吧？这个东西，所以导致我没有操作好。要不这外圈坑我基本上是不可能中的。你眼瞅着我智能施法没调对，但你没告诉我，把他封了，让我逮着了，还如此狂妄，赶紧给我把他封了！看见了不告诉我，还敢说出来？就瞅着我也死是吧？就瞅着我是有失误，也还让我死。你挺狂啊你！还故意的。360都不行了，360给我封2年。AW A 接双 Q 再见，他外圈 Q 没中，我们可以继续跟他打 Q 一下 E A 驾，谁来了？他们家谁呀？刀锋啊，不用害怕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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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杀口来了，银马在后边帮我们反蹲，这个杀口敢先出来，他们这俩就都得死。先看看他骸骨没打出来，好，把他骸骨E了。A 吃药 A 接 W A 接一个 Q， 你这一脚踢差点没把我给踢死。谢谢16岁灵狐姐的16岁灵狐姐的16岁啊，谢谢。的飞机杀口一个亿，杀口应该不能来了，杀口这么长时间都没出来，那应该就是不能来了。为啥总卖饼干？饼干卖了也加蓝量上限。跟着落手对线其实没太玩好啊，正常应该先扣他一下，打个骸骨，
打的有点急了，感觉。有点急了，有点没有章法了，打的呀，真够的呀。再抽一下，这就是他们的本事。一 A Q 点燃转起来 ，W A Q 再转。这一波他是不可能拉到我们的，因为我们的 W 有位移，他必定是在我 W 那一瞬间他拉我。但是这一波其实是有点危险啊。不知道他要不要开疾跑，上波叫没叫疾跑？2233。我再试试吧，我先扣他一下，让他拉 A， 再 A，A 接扣，平 A 接 W， 平 A 插眼，平 A 一 A， 一个扣，刚刚好。哎，正好差点钱三项。哎呦，我杀扣，杀扣交闪现了，可以啊。还是闪现杀扣，钱够了。六级杀人的连招是什么 ？EQRWAQ 再转，接个 Q 没了，就这么一套简单的连招。除非这个人是特别的肉，并且他有逃生技能，否则这个人是必死的。推线，那杀扣没有什么用，我都三项了，打他们一个扣线能扣他们三分之一。你扣打吧溜，一 A 扣转起来，扣再转。闪现平 A 回血，杀扣来了，我们死了。杀扣又来了，就没那玩好吧 ？A 了下小兵，哎呀，我不想出这个，我想出布甲骸，给卖了，出个布甲骸。A 小兵为什么 A 小兵了？你知道吗？是因为刚才吧，心有点乱了，真的给我整的心有点乱了。我现在打的几乎没有章法，我就在乱打。操作也没有，
打也在乱打。我说兄弟，你有什么？你有电刑。我半管着血 W 没吃，他一个 A 接个 Q 接个电刑把我杀了，这不简单。他刚才都没有啊，他打不了也冲啊，不过他信心确实有点高啊。他有暗行之斩。我把你中路塔给你拔了。沙口会不会来呀、啊？我个人感觉沙口可能会来啊啊！沙口去下路了，扣你一下。哇，又是电刑。换吧，换了也是我们合适，他们家是全 AD 的，马上我们装备无敌，他们就都是 D 的。三项合成费850，别出三项了，咳咳，别出黑切，出收集者，那不行，得出三，得出黑切。此地不宜久留。今天我跟这刀锋没完，不是他死就是我死，今天谁也不好死，没有人能救得了他。把你中塔给你拔了，我就想问问那沙扣什么时候来，给我踹死他。刀锋大招好的好快啊，我的大已经很快了，我的大是75秒，他的大招好的有点快。我以为这波他会没大，没想到他有大。不行了，这一直死不行了，不能一直死，我得让他死，然后我们死不了这才行。去精才是重中之重，杀人去，去下路。飞轮海，看看有没有跳弹。打假了，没有眼儿，舒服了。拉克斯什么装备？把下路拔了，先杀 AD。 他妈又是他，
走好了，其实走好了，我寻思他不能来呢，你知道吧？他又过来了，这个逼刀锋，哎呀，气死了！今天俺俩指定没完，我一会儿我就盯着他打。操你哥的！今天俺俩指定是没完。去到下路，出死亡之舞，出完死亡之舞出九斗折，出完九斗折出大青雨，这比谁伤害高，喇喇的。跑，你往哪跑？还坑我，装完杯还想跑？我这好歹杀十个人，小伙子，你杀的那九个人还不配于我这么狂吗？嗯，为什么拉克斯跟小黄毛又在这个位置出现？都给他拆吧了！你大爷！我抠你家的，把你套给你抠没了。那100%来找着 AD 了，那个刀锋100%。100%，他不去，我都去吃屎。你看，他这就属于就是必死，必死。我给他发了100个信号，他能走，但是他不走。两个字头硬，如果难听点就是傻逼。好心点就是跟一个笨猪一样。此地物以久留。现在这猴的伤害是真是不行，刀锋打人太疼了，刀锋一个布甲鞋跟猴一个布甲鞋，两个人要是单挑的话，我觉得都打不过刀锋。都打不动，但也得看谁先手啊。你回头就死，不好意思。他不追了。你出右他就打不过你了。我这个装备还不右啊，我那个时候我上路布甲还，他什么装备？他暗行者之爪 W 空了， R 没有，就靠平 A 加个坑，我半管血一个 A 接个渣接个平 A， 我没了，就这么点玩了，很恶心。我那叫布甲鞋呀，我那布甲鞋都是白整的，都没用。杀扣，
可以打大龙，兄弟们跟我上。哎，别追了，别追了，鱼！也行吧。让他把大放了。换就换吧，换了我们可以把他高地推了，队友也就没有什么威胁了。我们是一千呢，落手挂机了。投降了，水友已经帮我改完密码了，走，再去韩服商量吧，兄弟们。